Hello，今天吃酸辣粉，还有一些小甜品。先来尝一个酸辣粉。这个是加热过的香葱麻薯卷。里面酱好多啊。每天坚持那条，越来越美哦。香葱爆浆卷。这个是没有加热过的。这款里面都是酱，吃完稍微有点腻。黑芝麻麻薯蛋糕。这碗好好吃。
最后一块。